Hello， 大家好，我是礼拜三的资深蔡哥。那这一周礼拜三我们采用的是帽子占卜，先跟大家强调一下，这都是大众占卜。那大众占卜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感应宇宙能量。那如果今天这个能量没有感应到你身上的话，也不要去采信它。那我们今天要来算的人是连杰克曼阿杰。那我们首先会来算一下他下个礼拜的运势大概会是如何。那我们这边呢，总共有19顶帽子，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总共19顶。好，那会有不同19个不一样的感觉。好的，那我们帮阿杰抽出。我看到了。好，16、16、19、18、17、16 ，OK。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顶是副班悍将的帽子哦 ，Guardians。那我们可以理解到哦，最近副班悍将他们的打线开始趋于完整，那最近的分数也打得比较多，而且最近的战绩也变好了。那所以这个意思就代表说，我们阿杰同学他下礼拜的运势会有一点倒吃甘蔗、渐入佳境的感觉，那可能要小心。哦，就是一些人和上面的问题，因为呢，副班悍将确实前阵子有一些人和上面的问题，但是目前状况是很好的，所以呢，所以阿杰朋友，这个阿杰同学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呢，最近可能全垒打会蛮多的哦，全垒打会蛮多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第二个问题是阿杰的第二下两周的运势啊。还是说啊，不然我们来一个阿杰这个游戏上面的运势，好不好？因为阿杰很喜欢游戏，我们来看一下他游戏上的运势会是如何。18顶，好，第18顶，这一顶是这个 Snoopy 的这个 Peanuts， 啊 ，Peanuts 花生的这顶帽子。那这顶帽子的话是属于观众赠送的，那所以你的这个游戏呢，最近这个运气的话。可能会不错，可能会有一些友军，或者是这个一些路人，他突然间送你东西，让你在游戏在攻城啊，或者是打仗的时候，甚至在破关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大的益助。OK， 哦，阿杰同学目前抽起来都感觉是不错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家很好奇的，这个。阿杰到底会不会把头发弄直？好不好？我们再问个这个，有人好奇这个问题吗？不管，13、19、18、17、16、15、14、13，好的。那这一顶是Hurley 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帽子。那其实呢，他这一顶是蛮好看的，一个军绿色的帽子。那到底阿杰会不会把他的头发弄直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应该是几率是不高，因为呢，绿色代表的有一种当兵的感觉。你觉得阿杰会现在会想要再回去当兵吗？目前他没有这个打算，所以呢，由占卜上看来，阿杰目前应该是不会把头发给弄直。好的，那我这边最后呢，我知道大家想要什么。请问一下，阿杰在近三年内会不会结婚？我直接抽了第三顶帽子，好，第三顶，这个是单车通勤日记，单车通勤日记这个帽子呢，是我之前一个活动的帽子，那这个帽子呢也相当的透气舒爽，讲到一个重点了，透气舒爽，其实是爽。但是呢，近三年会不会结婚呢？我认为难度是颇高的哦，因为呢，这边有看到单车通勤日记这个单字目前近三年内比较没有结婚的可能，但是也不一定没有这个可能性，也不一定没有这个可能性哦，因为这个车哦，因为呢，人家里如果人一多，你就想要买车，因为你可能有小朋友或什么的。你会想要买车照顾他，因为小朋友可能在这个通勤上的话，可能需要一个车子，
所以呢也不无可能。但是目前我们这个占卜的迹象看起来是三年内比较难结婚，但是有没有可能突然间想购入车子呢？也有可能啊、哦，就是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怀孕的状况的话，可能就会结婚哦，因为他可能需要买车。好的，以上就是蔡哥的帽子占卜。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以下的这个电话啊、不要打电话，现在已经不流行打电话，可以帮我们在下面留言。那留言如果好，就这样子，拜拜。